你这非礼妄为的小人，为何出言不逊？小生有毒孔孟，受之礼矣。啊，有怪良家之女，可是孔家之礼，孟家之礼、啊、良家之女。我且问你，深夜到此为着何事？漫步郊外赏月，寻觅诗情画意。算，既然赏月，为何自带行囊啊？正是我家之物，谢丹青，谎言搪塞无用，快把女儿给交出来。小生独自到此，未曾见到主门啊。兵员外，小人亲眼看见他和小姐是一起逃出了后花园。喏，这就是他丢失的折煞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不成？快把我女儿交出来，免得送官折罪。岳父休得动怒，周门去向小生的确不知。嘿，哪个是你岳父？我说来呀，有拿下，送官折罪。好、啊，往酒精来、啊。
初啊，三圈没过，不生好礼，眼看那卖花花的银子落入别人的手。像驴蹄要捞钱需银子，这缺下生计能接济，我老爹的骨头要能当钱用，我也把它一块一块用到底，一块一块用到底，用金子银子，这黑更半夜我头摸出头，我姐没人借，真真臭杀我也。啊，客官总有为难之事，你也不能如此轻生啊。你谁呀、啊、你是？哦，我是城东大赵庄之人，姓赵，买卖回家落泪多次的。你是？啊，我是本县县太爷的舅老爷王九。哦，原来是舅爷，不知舅爷有何难事，却来寻此短见呐、啊？短见实不相瞒，假赐我病在床三年有余，家中财物是变卖一空，如今无钱言以就诊，老母嚎啕，妻儿好汉，身为人子伤，不能赐封高堂父母安享晚年，下不能抚养妻儿老小免受饥寒，我还有何脸面立于人世？我不活了，我舅爷活了，舅爷活了，不活了，舅爷不可，舅爷不可呀！舅爷。我这里尚有几两三碎银子，你可拿去，待天亮之后到集上买些柴米，抓些汤药。多谢了，多谢了啊！这老头带这么多钱，我得想法多弄点。哎。赵兄，你看看这……哎，且慢，舅爷，你既是县太爷内亲，为何不求县太爷方便方便呢？耶耶，谁不知道这牛县令是铁耙子一个？自从我接下事之后，他又新娶了一房太太，更是那铁公鸡一毛不拔。怎肯方便于人呐、啊？哎，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说的也是啊。赵兄啊，这常言说的好，杀人要杀死，救人救到底。承蒙赵兄接难相助，小弟是感激不尽。但这几两银子，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若能……这！哎呀呀，他还嫌少啊！难道把我这三百多两都给他不成？赵兄，你若帮我渡此难关，小弟是甘心。哎呀，起来，起来，给，我把咱祖传之宝给你，当票。对。
典当何物？双目一呼，此物乃我家祖传无价之宝，九入湖中是双龙翻飞，九香扑鼻呀。你要多少银子啊？不妥，一百两。哎，你再加一百两，赎回这玉壶，这无价之宝就是你的啦。周爷，这当票不会假吧？耶，你看你说的啥话呀？哎，你看上面还盖着这红彤彤的戳子呢。哎，在外做买卖，俺是被人骗过的。耶，赵兄，赵兄啊，哎，我若骗你，老天叫我掉下这井淹死。谢浪，快拉我出去。哎，有鬼啊，有鬼啊。你是人是鬼？小女子是人。人和神在井中。是世祖落井。啊，原来是个淹死的女鬼啊，咱们走吧。井中无水呀。原来是个苦井啊。有我薄如金子，难我出井。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还是快走吧。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待我救他上来再给你银子。真是狗咬耗子。主爷，来，先帮把力把我送下去，我托你拉，待女子出井后再拉我上来。来、啊、好快。拉你出来，我拉。啊！你啊！我拉你，美人，跟我回家吧。你休到屋里，不然我就害人了。害人！这黑更半夜，你叫鬼我都不怕。如若声张下场同样、啊、走。几个人上堂，几个人上堂。
见过老爷。哎，罢了罢了，你们是来告状的，把状纸给我呈上。这么大岁数了，你还告什么状啊？小老儿状告谢丹青，又怪我女。老夫太明镜高悬，万物轻他无限之词。哼，人证物证俱在，哪个无赖你不成？亲朋主仆不能作证，此乃朝廷命律，你家儿大胆。别吵啦，别闹啦，吵得老爷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哎哎哎哎，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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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老头老爷瞧你的贼眉鼠眼，上得堂来就知你不是个好东西。老爷，你不可以貌取人呐。什么？不能以貌取人？哎，老爷我娶太太就全凭这身官衣，这顶官帽，要不是他呀，说不定我还打一辈子光棍呢。不才说的是相貌之貌，并非以貌之貌啊。就得多嘴。哎，你将你女儿许配给他不就完事了吗？聘礼一退，婚约一回，谢丹青闺女私奔，长剑铺上，败坏民风，又是你父母官的体面呐！捉贼拿赃，私奔带双。哎，你女儿呢？有人看见他俩双双逃走，不才追到郊外，他将小女藏起。太爷，这是他拐带小女时的行囊，还有他失落我家的折扇。呈上。山上画图，何人说话呢？小生学徒。哪朝美女呀？小生魏国门的妻子郑瑞珠。正是小女，画像真人一模一样。生意不成仁义在吗？我说谢丹青啊，证据在此，你就从实招露吧。郑瑞珠藏于何处？只要你交出来，老夫太就成全你们两个。既然老夫太有成全之意，小生愿将。这就对了，藏在哪里？城东枯井之中。李板凳在，令人速到城东枯井台，将郑瑞珠拉出枯井。遵命。太爷，你可不能将小女误判给那谢丹青啊。老头啊老头，女大不可留，留下结冤仇，嫁给谢丹青，治了你家仇，老爷我自有公断，一旁听审。老爷，回禀老爷，枯井之中不见郑瑞珠，另有难事一举啊。难事现在县衙耳房听放，这是死者身上的两封家书，一张当票，请老爷过目。当票家书？哎，我要它何用？我要的是凶手，是口供啊，谢丹青啊，谢丹青。好你个读书之人呐、啊！原来是你把他给杀死的呀！杀人犯，血情不清，不是你，那人是谁杀的？这，说，学生实在不知。哼哼，不懂大姓量你不着人。啊！这去功名，重打四十。好。Shit!
情，老爷是俺多费难主办家官，姓金泉，人家铁汉当牙妖，我也叫开口咽，有招无招，家棍伺候，好，且慢，且慢。让他花工是花工吧，冤枉啊，把谢丹青打入四桥牢内推堂，贤弟呀，今日老爷断案，含糊不清，直达成招，铸成冤案。依我看，这个案子非得重审重判不可。刘师爷，刘兄，你疯了？谢丹青招供画押，顶罪受检，一直入宫门，九牛拉不出，翻案重审谈何容易？再说什么？这男士没有姓名，女子不知去向，老爷糊涂定案，梁山蒙受屈冤，这分明就是一桩冤案。哎呀，怎么见了棒子就当真啊？从前你在州衙当差，不就因为你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才丢了差事回家卖狗肉？如今你好不容易当上牛县令的师爷，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这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义兄我就是这个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牛老爷的根底儿你会不知，整天贪恋酒肉是晕晕乎乎，就说他愿意从审，那他能审出来个自首阴谋来吗？他审不了，我审如何啊？可惜你头上没有乌纱，没有乌纱帽，咱就借一顶。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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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一顶？对，借一顶。呵，你可真是捏根灯草说的轻巧。这乌纱你到哪里去借呀？自然是找当官的借了。嗨，有道是，乌纱就是官。官就是乌纱，你没见那些当官的未曾动步先服乌纱，他坐到公堂再正正乌纱，谁叫是紧抱着乌纱吃喝玩乐升官发财全靠乌纱，岂能借给你？这么说来，难道你我就昧着良心白吃皇粮，真看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也是，只是这乌纱不好借呀。不好借，找咱老爷。咦，他
好不容易才考来的七品县令，这乌纱岂能借给你？实在认为贤弟你福儿上来。哦，高，实在是高。事不宜迟，朕眼下压力尚未沉稳上线，咱们火速闯后堂借乌纱。好。酒喝个饱，嗯，老娘，哎呦，夫人，你给我站住，回来，哎，回来，回来，哎呦，哎，回去，咱弟又给忘了吗？没忘，没忘，太太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遇到总盘根错节难理清，是我深谙方法正，那个一追而问，请用心，哎，别看没费多大劲儿，反正乖乖着了功，下官一时高了兴，买来酒菜请天公，哎，请天公，哎，请天公。
不敢独自用，俺那陪同看看何其严重，这次一回看看见那个下不为例行不行，行不行啊。断命一案理应请客，今儿个呀、就给你破破例，让你喝个痛快。哎呀，谢太太，谢太太，急啥嘞？俺还有事儿想求嘞。哎，太太，你说，你说啊。老爷，我家爹爹年过半百，常年在外，因我成亲之事也未能赶到家中。看看你这么好个女婿，老爷，我想求你在县衙给他老人家找个媒差事，你看如何？哎，好说好说。哎呀，这合适吗？女婿做官，丈人当差，这有啥呀？后堂他是老爷丈，堂上啊，你是县太爷吗？哎呀，不妥不妥呀，当差的名额都满了。嗨，割掉一个不就有空缺了吗？都没犯错，割谁的好啊？好啊，我看你是诚心给我过不去，这酒你别喝了、到了晚上啊，你也别想给我进房去。哎呦，夫人夫人，别发火别发火，好商量好商量啊。这才是俺的好意。我说丫头们呐、为老爷备上几样酒菜，让他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是啊，夫人请。闷酒难饮呐，哪有在公堂上喝的带劲儿啊？老爷，怎么一个人喝起闷酒来了？是啊，哎呀，二位来得巧，来得好啊！来来来，陪我喝一盅，来来来啊！老爷，那今儿个喝酒，那太太，哎呀，今儿个深谙有功，太太特许开解了，来画两圈啊！老爷，不能喝了，一会儿啊还要审案嘞啊！又有新案啦？新案倒也没有，就是石财渣案子啊，审得不清不楚的。胡说！谢丹青亲口招供，亲笔画押，怎说我审得不清不楚呢？老爷，案情不明，线索未查，众星之下，难免有假。老爷，你想啊，那男子若是谢丹青所杀，他怎肯轻易讲出那郑瑞珠藏身于苦境之中呢？是啊，这岂不是自供杀人吗？是啊。哎，老六，叫你说这凶手是谁呀、若要查凶手，去找那女娃。嘿，陷阱这么大，到哪去找他？只要功夫下，大浪能淘沙。对，依你之见，重审重判。哎呀，哪有那闲工夫啊，要审呐、你去审。我审。对，我审不难，把乌纱帽拿来。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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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纱帽给你？对，牛哥，你不如把乌纱借给刘兄审案，要是审不出个头绪来呀、罚他每天孝敬你三斤狗肉，哎呦，两壶老酒，哎呦，外加一只狗肚子啊，狗肚子呀，哎呀，狗肚子，我天天喝酒，天天吃狗肉，我还没尝过这玩意儿呢。那可是好东西。
东西呀、啊？不是吗？背肚子下酒，咋个前辈不醉呢？嗨、哎，那酒啊，都灌到狗肚子里了呗。对对对，都灌到狗肚子里了。啊、你占着我的便宜，我打你！我说啊，牛哥，把乌纱借给刘兄吧。哎，别慌别慌，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借乌纱。三个灯花五根几百日里解却看糊涂乱语，到夜晚是吧，父母催逼大别年进京城前去应试啊，白发母扶足前人也金榜进三家，名列第七。再逢旧人，举家欢喜，老父亲在家中。饶是借出去，俺那心街坊邻居老乡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三姑四舅五婶六姨那七老表八内弟一个个都气得血压升高七窍冒烟六神无主无官错位四肢抽搐说不出三言两语一口恶气上不来他们都去月堂找中医这些人物俺都戴罪不起这三人成功众口说尽全无是非夸你好蓝天万事成金玉寻你脑就是那空生人也得无泪气大丈夫怎地叫这闲言碎语呀最要命的是啊俺的爹娘知道他定然不依骂我是忤逆不孝子要这写出大病俺可后悔不及呀后悔不及后悔不及
这乌纱你究竟解不解？我不解。不解？嗯，那好，你可别后悔。告辞，告辞，别走，别走。哎，你说说不解乌纱我咋会后悔呀？牛哥，咱们是同窗好友，知己弟兄，解乌纱实在是为你好啊。哎，咋个为我好啊？牛哥，为他为为要发癫，不怕牛羊发疯癫。哎，对对对对，错怕牛羊啊发疯路撒药。老师是传错真名言。哎呦我的妈呀，咋着呀？日闹文可进老监。哎呦，知道？哎，别说了，别说了，你说接几天吧？十天。哎，不，太长了。三天如何？啊，这三天之内呀、啊，哎，我是老爷，你是差人。我是差人，有意思，有意思。嗯，三天懂，三天就三天啊！来来来，给给给。慢着啊，老爷，你说啥呀？把乌纱借给他，你个大傻瓜！哎呦，有借银子，有借钱，没见过还有人来借款。把乌纱借给那个别人，大爱奔钱百姓，把那柳烟串都以为老牛发发发。请撤职罢了官，往后去咱家在人前站、你说难看不难看、哎呀夫人，县官计算完，但等老刘查清案，那个马上就把杀马还。为人处事要通转变，那个能打会笑。路财宽是要深情不办，怕什么？怕什么难看？不难看，不难看。那好吧，我还得再加上一条。对，加一条。太太，加一条什么？查不清此案，革去差事。
嘿，对对对，再转他个差事好给老丈人。二位可敢应允吗？好，老爷，俺若查不清此案，甘愿割掉差。这你好爽快，刘兄，你大丈夫何患无业？割掉差事，俺就回家卖狗肉。哎，别忘了给我送狗犊子吃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谁人作保？在下为主。说话算数。大肚鸡蛋。好，大肚鸡蛋。老刘啊，这一回查案就看你的啦，睫毛吧。提出谢丹青此案本还要复审。哎，刚刚换了马就得把腿跑，当差不由人，全是我自招。哎，没法儿。李班头在，只有当票一张，速去南大街当铺查明此票系何人所当，点当何物，不得有误。遵命。禀老弟、哎，对对对对，禀老爷，谢丹青带到去行。是。既然称丹青，必定善画工，照此山上图画出女娇头。嗯。给。啊，周妹，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玉兄好苦啊。公堂之上不许啼哭。牛班头二仔，再到听事房对事画图形，定要画得像破案你有功，速去办来。哎，有一趟走吧。双龙玉虎吗？当主何人？快讲！乃是牛老爷的小舅子王九。不认识他。老刘，速发火钳捉来王九，一身便知。慢，眼下捉王九，证据尚不够，此案就留好久。大，你说咋办？
垂下钓鱼竿，让他自上钩。贤弟，你速去打探王九家左邻右舍，详查细问，摸清底细，到时咱好对症下药。是，妈，此事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惊动于他。是。三班牙早听好，个人只在明了，老爷下乡查看，都将事情做好。明落的明落，开刀的开刀，吃牌的吃牌，抬脚的抬脚，那个吃烟无事，老爷终则不饶啦。是快回城解酒肉，我也不用你孝敬那差事儿啊！我向太太求个情，我安安稳稳的当县令，你我还是那好弟兄，那州官我也不想当。我劝你，劝你别再下城了，你下城。这君子协议要遵约而行啊！大汉的老绣花针呐，三天过了两天半，你还不死心呐？快把我的鞋磨烂了！
词儿，若叫进庄。哎呀，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去是为何？新太太娘家就在这里呀、啊，进村啊，若遇见老丈人、丈母娘，我这是大半成何体统啊？你是怕丢人呐、啊？那后堂三几张还算不算了？关无喜宴，三天之内你是公差，我是老爷啊！我不敢。牛板头。牛馒头，哎呀，我怎么糊里糊涂的将纱帽借给他呀？在，休得啰嗦，命若举重。是。哎，百姓们都来看花了，人是花中人的，赏银五两，支起底细的，赏金一锭喽。那边好像是个岳母来了，我得赶快溜啊！我去那边方便方便，一会儿就来。你先在这儿，不许断案了！不学了，不学了！你先在，你先在。太太回城。好。这位官爷，您为何敲锣呀？县太爷下乡查找人话之人。县太爷。是俺女婿吧？县太爷啊，公务在身，人话之后再见不迟。来看看这幅画。咦，好漂亮的闺女呀！认识不？又不认识啊？再瞧瞧这一幅。咦，这个俺认识，真的认识。哎呦，那还用讲？禀老爷，找着人话之人。哦，待我当面问过。哎，咋不是俺女婿嘞？哎呀，别管是不是，先上前回话。你是何人？啊，民妇赵陈氏。家住哪里？脚下大赵庄嘞。你与画中人相识？那是俺当家人赵氏。啊，你丈夫作何营生？半年前呢，外出经商去了。同姓几人？哎呦，小辈买卖独来独往。啊，赵陈氏，这有两封书信，可是你捎去的？耶，这正是俺捎的，咋的落到你手啊？啊，莫非他回来了？哦，回来了。哦，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哪呀？现在县衙。县衙？哼，这个老东西倒在县衙不回家，他倒知道攀高门了。我找他算账去。老太太，请领赏银。不要啦，不要啦，俺闺女那里多的是。刘兄，已查清了郑瑞珠的下落，可在王九家中？正是在他家窝藏。我说通了他家老师妈，让他认了话，他说一点也不差。明白了，先帝。五十日圆，繁忙之日
开窗。老刘倒霉，真活该来且行酒肉有人买。见过岳母大人。罢了，我请坐。请请坐。我说妈呀，女儿正想着你来，你老人家可就来了。妈，女儿啊做成了一件好事，说出来呀妈真高兴。哟，女儿啊，说出来让妈呀也高兴高兴。女儿呀，让你的妹婿在县衙给我家爹爹找了一个媒差事。从今往后，我家爹爹再也不用风吹日晒雨淋外出做买卖去了。哎，对对，再也不用逃离了。呀，是吗？这真是女婿当了官，那丈人光鲜站，怪不得这个老头子啊。回家？哎，岳父回来了。回来了，听说呀，一到县衙，咋，恁两个还没见着？嗯，我说女儿啊，恁爹回来呀，你可得叫我一声啊。哎，母亲，你歇息去吧。见过老爷太太。哎，罢了罢了，郑瑞图可曾找到？郑兄可曾拿到？一位拿到啊，一位见到郑瑞图，二位拿到郑兄，三天一过，还有什么可说的？纱帽拿来吧。老爷，恁是家眷已经找到，请您再续借一天，案情便可。不行，众人就该两头包，借物啥事，将豆炒咸菜。有言在先，限期三天，绝不迟延。对，绝不迟延。太太，再续借半天可行？哼，别说半天，就是半个时辰也不行。对，半个时辰也不行，换来无啥，各去差事。哎，大丈夫言而有信，换你无啥，你拿过来吧。老爷太太，请您看这个。爹爹，老丈人，老东西，老东西，你可，哎，女儿啊，恁爹嘞？妈，你看，哎呀，女儿啊，这像啊，我早已见过了。我说你爹呀，他人在哪儿啊？他不，三日前就到县衙。我怎么没见到啊？就是啊，还不请老太爷进来，恐怕是再也请不来了。怎么请不来了？老爷太太呀，太老爷外出经商，三日前已被打死在空井之中。啊啊！弄了半天，原来死的是我老丈人。老爷，这回你没糊涂，岔口对上了。爹爹，你死好了，可是好惨啊！哎呀，我那没见面的老丈人呐、啊，你死的可是好快呀、啊！我那个老丈人，哎呀，老丈人。岳母醒了，岳母醒醒，岳母，岳母，是贤婿呀，贤婿，岳母，你赶快替你岳父伸冤呐！你放心呐、啊，放心吧，丫鬟，丫鬟，赶快把老太太给搀下去，快快快！哎呀，老爷，你可要为爹爹报仇啊！嗯，凶
手谢丹青问斩之时，我命刀斧手多砍上几刀。老爷，谢丹青屈打成招，一刀也不该砍呐。那我砍的是谁呀？老爷，该砍的是你舅老爷。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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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与他有关，岂止有关？王九的党票落在死者手里，这惊吓女子又锁在王九家中，如何审？如何判？老爷，你就看着办吧。这，哎，我，原来如此。凶手是小九子，若把乌纱再解去，王九必定免归西，不能解。我若不把乌纱解，太太岳母我内弟，对不起结发妻，大人仇不报，太太见催逼，怎么办？我无主意，解不解？我难定去，记得老牛挠头皮，记得我挠头皮。你咋不说话呀？这个哪个？就你那顶破乌纱，至今至今你到底借不借？别急别急，那就再借吧。
这借东西啊得主人愿意，我看老爷一听说借乌纱就心疼了要命，俺不能因为借乌纱这只让老爷生气，我呀不借了。李板头，你是做包之人，刚才说再借半天，喏，十天白天随便用。对，随便随便、啊、六哥，太太的话都听见了吗？这我说不借就不借。太太你想啊，这借一次乌纱隔一次差事，小人呢、啊、时时的不敢再借了。不不不，隔去的差事换给你，再也不隔了。对对，再也不隔了、啊、六哥你看，你不借人家偏要借给你，我看你就再借一次吧。好事做到底、对，老六，哎，好事做到底。六兄，看来这乌纱还得你来带。对对对，还得你来带。再带不难，一窝一跳。别说是一跳，全跳，都依你。老爷，你说是吧？是是，你说了算啊。请讲。秉公断案，不得从轻啊！中中中中，那就委屈老爷了。没啥没啥没啥。刘板凳在，速去王九家中套换双龙玉壶。是，慢，有请太太陪同。我，夫人上来。老爷，请吧。哎。该走下步棋了吧？先的站，你先行，速去打探，我安排人已随后赶到，四面埋伏，待机行。拿是。哎呀，没有咋还在说话啊？这，连我的音儿都听不出来了啊！好像是姐夫啊，开门吧。哼！哎呀，原来是姐夫太太来了，屋里请，屋里请。嗯，请坐。兄弟为何面前傻的？
这是我行路不慎摔倒把头磕破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殴打受伤了。哎，像我这样的好人跟谁打架呀？姐夫，这听说城东枯井内捞出一具男尸，凶手可曾抓到啊？这凶手嘛，凶手早已归案，招供画押，已被打入死囚牢了。哎，对对对，姐夫真是本朝海瑞专使，前朝包公府上，不愧是人在牛青天。哎呦，哎呀，这有点太过了。哎，不过不过，姐夫啊，这案子的批复公文到了没有啊？公文一到，凶手马上就要问斩。真的？不信你问老爷。哎，一点都不假。好啊，好。哎，兄弟，你咋这么高兴啊？啊，凶手问斩，大快人心，姐夫是明镜高悬，断案如神，小弟恭贺。来人，酒菜伺候。哎，姐夫啊，今天呢，我要敬你三杯。九老爷，听老爷说，你把双龙玉壶给要走了，怎么不见你使用啊？快拿出来，让俺见识见识宝物。太太，不看也罢。兄弟，别一口一声太太了，这多见外呀。依你说，该咋称呼了？依我看呐，还是姐弟相称。我当姐姐的想见识见识宝物，你做弟弟的该不会推三阻四吧？姐姐说哪里话来？你买了？没买？丢了？你没丢？恐怕是当了吧？没当，没当，没当，没卖，没丢，也没当。那你就拿出来，让姐姐我拿回去。拿出来吧，姐姐。玉壶本是我家的祖传之宝，小弟一长大成人，这理应物归原主了。老爷，你不是说过夫人生前交代，双龙玉壶等到兄弟成亲之时才能交换给他吗？是啊，九弟，你现在不是没有成亲吗？小弟新买了一名女子啊。成亲就在早晚呐。哎呀呀，兄弟，你咋不早说呀？快请新奶奶出来，让我们认识认识。哎，对，让我看看长得咋样。这快请吧，都是自家人，迟早是要见面的。对，迟早是要露馅的。不不不，是要见面的啊。兄弟，快请新奶奶出来吧，老爷都生气了。别急别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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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气。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别胡说啊！哎，来来来，上前见过老爷太太。老爷太太，快叫美女郑瑞珠。你就是郑瑞珠。姐夫，姐姐，这女子患有疯癫症，全是胡言乱语。小女子满腹冤情，求老爷太太做主。你看，你看，又犯病了，又犯病了，又犯病了！回报，回报，回报，回报！姐姐，姐姐，老爷，凶手果然是王九，将他拿下了。穿了，你给我晕！看表啊！啊！给我拿家伙！好。王庄卓别押回
不中不中，今天这案子啊还得由你来审呐。确实为何？被害的是老丈人，凶手是小舅子，都是一窝亲，让我如何审理啊？你帮忙帮到底吧，老弟。牛哥，你错了，当初解帽时早就将定，安置官查找凶手，如今真凶已经缉拿归案，你是朝廷命官，最后量刑结案，一定得有人亲自坐堂审判呐、啊！今天一定由我来审，非恁不可，贤弟呀！王金庸身犯大命律，判他死刑并无。今天若有我审理侦查王九，定不义。牛哥，你主子命难移，执法为民难，难尽职。听个如何明，当官就要不正义，朝廷风龙不办事，百姓如父官如子，儿女不孝用刀劈，百姓如父官如子，儿女不孝用刀劈，儿女不孝用刀劈，儿女不孝用刀劈。今天为了丰丘的父老乡亲，俺老牛豁出去了。老六，给我更衣升堂，升堂。想听审，哎，夫人，你怎么也来了？老爷，你要为爹爹伸冤报仇啊！让你受累了，一旁听审吧。啊，戴王九，戴王九。王九叩见太爷，确行。是。张瑞柱，王九怎样害此赵氏，又如何将你劫持，从事将来？老爷呀！
还有五针，有一条千搭，那是赵老板生前随身携带之物，现藏望九家中。前行，来，速去望九家中搜查五针。是。哎，老爷，老爷，他是我买来的一个丫头，患有疯病，切不可听他胡言乱语啊！大胆望九。这女子向谁收买？向她母亲。命女子有丧母。哎，不不不不，向她父亲。老爷，小老儿家财万贯，岂能卖女度日？王九说我卖女，可有什么凭证？对，拿来证女卖身契约。契约被我丢了。一派胡言，还不速速从实到来。快走。姐夫，兄弟一时糊涂铸成大错，后悔不及，你可要设法救我呀。公堂之上不许判亲论故啊。不错，公堂之上国法无情，今儿个暂时还望老子扎国舅，公事公办，你这货少在这儿判亲去。走。丁老爷，钱大找到。天大内曾有爹爹的名字，乃是我亲手所赐，老爷请看。钱袋之上正是赵氏儿子，大胆妄交，偷室落井，谋财害命，枪战命女，铁证如山，还不速速从实到来。是。那天晚上，小人在东莞龙啸吴家聚赌，赢钱赎金，回家路遇赵氏与苦经太扁，小人见他行囊丰厚，银钱颇多，遂起杀人图财之意。这时正巧郑家小姐在井内呼救，赵氏下井救他出来，我就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你这个恶人呐、爹爹。好狠毒的王九啊。往下讲。是。我又将郑家小姐抢回家中，逼她成亲。可是实话，句句是真。华公上来。华公，大胆妄交，杀人霸女，证据俱在，铁案如山，按律当真。啊！你过河拆桥，翻脸无情，我姐刚刚下日，你就加害于我。我要找我表兄进京告状。只怕你来得去不得了啦。来人，走，把王九打入死囚牢，秋后问斩。姐夫，兄弟知错了，你要救我呀，姐夫救我呀。晚了，正月十五铁门神，晚半个月了，到了阴曹地府，你对你姐说，只怨你自己不争气，莫怪我救不了你，拉下去。好。啊，姐夫啊，姐夫啊。各位听判，王九家产一半充公，一半赔偿赵陈氏，谢丹青无罪释放，郑老财。此案皆因你嫌贫爱富，毁约赖婚，铸成大祸，判你将女儿嫁与谢丹青为妻，并罚银五百两，以做你女儿嫁子。多谢天大老爷。
还是城里的百姓，听说老爷将恶棍王九判了斩刑，是人心大快，认定牛老爷那是大明朝少见的清官，更是丰丘县呐有史以来的青天大老爷。这不，他们敲锣打鼓来给那老鼠万民鞭来了。万民鞭，那我得看看，我得看看。牛老爷，丰丘的父老乡亲们给你送万民鞭来了呀！给你送万民鞭来了。乡亲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丰丘的父老乡亲们呐，俺老牛惭愧呀，俺老牛也没有给你们做出多少好事啊。牛哥，老百姓可是双眼雪亮，地方官做的善事恶事都瞧得一清二楚啊。老牛，你说的对呀，老百姓才是咱们当官的衣食父母啊。六哥，这可是丰丘万民的一片心意呀。是啊，六哥，请人接鞭。好，我接，我接。好朋友。
是个人渣，不如留，赶紧上天，海里是我，怎能为他把命运丢，怎能为他把命运丢、哦、当官不为民族化主，百姓不如养头猪，养猪又能还开灭了个居家饥寒，可免除黎民度日本就苦，这个天赋杂水白养出，再有个霸气梁山，这个百姓葫芦一线路，老有几十黄家路，成个阳山八剑渡，兵工只怕把两面保护，做一个大清官。民变给俺高悬大坛，俺老牛要一次警示自己，做一名清正廉洁、亲政安民的地方官。遵命。Oh!